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这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，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，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。还有多少个十年能勇敢做热血青年，有多少男人明明有老婆却过着光棍一样的生活，没人心疼，没人惦记，饭自己做，衣服自己洗。我想问问，这样的男人多吗？未来的利润一定来自于你的技术含量，未来的市场规模不是靠砸钱来砸出的市场规模，未来的市场规模一定是靠创新起来的。